原标题：这个出身贫寒的日本艺妓为何能成总统夫人？看了照片就懂文快哉风，这是一个日本灰姑娘的故事。灰姑娘的本名叫根本希保子，但日本人习惯尊称她为代为夫人。图：日本灰姑娘根本希保子，1940年出生于东京，父亲是个木匠，还有个弟弟。父母欠了很多债，家境很贫寒，但是上天赐给她一个异常美丽的外貌，迄今她还是被日本网民惊呼太漂亮，世纪美女。图：少女时代的希保子因为天生丽质，15岁时